今天我们要来看看香港人过年最不想收到的东西。搞什么搞什么？我是阿晴，我是金沙，越来越搞不懂你到底是谁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看马屁从香港带回来的一些食物。香港过年三宝。你说过年的时候，香港人很喜欢买这三个东西送给亲戚、亲朋好友是吗？对，这两个，我每一个人收到也，这个三个，我是在同一家超市买的，然后我就直接这样放在公司，这样三个放在公司，然后一个星期以后就不见了。所以你在台湾之后又再买一个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我问为什么不见了，对，有人说。我吃了，金沙好吃啊！不知道，不是你，这是不是别人送给你的吗？台湾的话，过年可能是送一些瓜子，或是旺仔小馒头。所以今天三个里面，你觉得最难吃的是我们一开场的时候讲的这个，它叫做什么来着呢？家庭，这是怎么念啊？什么饼啊？炸饼啊？炸饼，这个字念炸是不是？对，这是什么也有那种。听说是香港，就是你们最不想吃到的东西。对，这两个我们收到就。哦，还好还好，然后这个就，这个你拿回去啦，不用送啦，这么好送的礼物，没关系啦，就是有诚意啦，太好，但是我们吃不完，你拿回去啦，不要送给我，过年这么长，不要了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就先吃金沙解解馋，谁没吃过啊？其实到香港，在中国大陆很多人过来香港买，为什么？中国没有金沙、啊，不是，他们那边有很多路金沙啊。然后香港有一些店，卖的金沙不是，是进口的，所以比较便宜。进口的金沙就是从一些比较便宜的地方直接进去的啊。反正泰国或者可能卖比较便宜。这叫做什么、啊？这个是蛋麦、蛋末、蛋、鸡蛋。丹麦蓝罐 cookie， 然后香港的 cookie 都就是这个样子，都做成蓝色的。哎，这真的很像哎，有一点点不同。香港的 cookie 都是用这种盒子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差不多80块港币，不便宜哎，不便宜啊。有这个贵是贵在这个罐，平常有一些是纸盒包装的，那有这么便宜吗？几块钱、啊。那这个跟小熊饼干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？不同，不同，这个要有。口味有五种不一样的口味，就是上面这五种不一样的饼干，一个一个来吃好不好？先吃圆形的，先吃这个。小时候变不同了，小时候是长什么样？小时候这个饼啊，不会像这样的，是平。这吃起来就是有点奶油的，淡淡的奶油香，然后饼干算是蓬松的那一种。然后再来第二种是方形的，方形的表面有砂糖，砂糖在上面，吃起来跟圆形的一样，只不过它比较甜一点。对，以前是比较正方形的，我很久没有吃了，其实味道不一样。一样的，那个奶油的味道就是很浓，只有他自己做得到。下一个是这个，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什么古代化石，一个圈的古代化石，所有东西都比以前胖红红了，所以那个花看不到了。那不是喜欢，跟第一个很像，可是脆了一点。好，再来是蝴蝶饼干。众所皆知的蝴蝶饼干，这个比较脆，硬一点点的那一种，那前面是比较蓬松，这个是硬的，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，里面有葡萄干，对，我好喜欢吃这个，而且它是有两层，一袋里面总有三块饼干，然后它一盒里面就是会有四组，所以一种口味差不多会有12块饼干，里面还有一层，两层，那这个有盗版的吗？很多啊，这个也是有。超多，但是做不到那个味道。然后每一个人家里也有这个罐子，就去装其他东西了。收纳，因为很好看。那一个，这个是Garden 时候是 Garden 出的。Garden 香港最大的做这种的，像那个艺美，台湾有艺美。对，就像那种的店。香港麦当劳全部面包都是他做的。都是 Garden 出的，东西卖得好吗？平常不会卖。只有新年味吗？卖，这两个价钱一样。真的、难怪一些就是那种婆婆妈妈会想说，我一样的钱我买这个当然比较好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小时候的不是这样包装的。这是整个一罐的，整个里面全部都是，就是一个贴的盖子。然后拿起来就是里面全部都是，全部都是这个，对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真材实料的包装法哎。
我问过来的时候撞坏了，那飞机的人用力太大了，他看到这个用力，台湾人是谁？那就开这个吧。之后我们就会讨论怎么可以吃得完这个，然后做了很多图片，好像这些。我放高给你们看，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些画面。哇靠！零空气，满满的都是。你闻到吗？就是什么味道的饼干都有。对，什么的味道都有，然后全部味道都不是受欢迎的味道。第一个是巧克力味道的，就是整块，然后样子超难看的，那个花纹。不知道在画什么东西，然后一点巧克力味道也没有。为什么好苦哦？你就是看，好苦哦，很假的巧克力，都有指向就是那边苦味。它叫做黑快乐饼，怪在哪？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饼干最好吃的。你也这样说，你吃了就馋了。真的吗？我试试看这个，回不来了。椰圈，椰子圈，怎么样？这两个比较是不是啊？是不是直接？直接放出来了。我这个吃起来感觉就是它的口感咬下去是有饱足感的那种口感，可是味道呢就是一咪咪淡淡的椰子的味道，很一咪咪，然后咬下去之后就感觉像是在咬面粉，没有什么味道，就是甜，一点点甜。不喝水的话会死掉。第二个椰子饼，就是刚刚椰子饼干换一个形状的，对，不要用那个一模一样。这个就是 waffle， 就是我们去吃那个益美的那个什么饼干了。我来比比看，我益美吃很多。这个是什么味道？应该是柠檬口味吧。柠檬口味，看颜色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东西吃不好吃的，不喝水的话不行。这个一罐，这个要配一罐水，不用一罐，一盒就要五罐了。这是一个让你吃饼干会一定要配水的东西。然后最后一个好不好？还有最后一个，还有两。还有三款了，我们香港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。这个比较小小的，上面有糖粉的饼干，柠檬，它在里面味道都很淡，大部分都感觉是在咬面粉，它没有到难吃，但它就是没有味道。但是你再看到这里啊，你再看到这里，你就不会吃了。它其实东西是不难吃的，是说实话是不难吃。如果你把这个放在这个罐里面，小小的一罐，其实应该还好。变了四倍大之后。好像太空包，你看到你就会三角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台湾应该，台湾前一阵子不是有地震吗？然后常常在推那种什么，就是救灾包啊。你应该放一盒在你的包包里面，你可以撑一年哦，一天就吃两块饼干，好不好？这一年没问题 ，OK。啊，他今天照你一年。我下次拿多一点给你。但是你的背包里面应该要放五罐水。这是什么饼干？这个最干，最没有味道，一点甜也没有。然后前面还有一点，还有点什么？其中一个 boss， 这个。这边还有柠檬味，还有椰子味，这个就是没有味，就完全吃下去，你不知道你在吃什么。加一个这个，我还有几款，还有两款呢、啊。哎，这个好吃的，这个是平常会卖可以吃的一种，其他的都是平常不常见到的。看起来有点像是麦芽糖，它中间有夹东西。多，这外面，它们好干哦。然后那个夹心很小，超小的。可是它夹心是好吃的，你看打开其实没有很多啊。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的口腔每一个地方都被面粉入侵了，我不能讲话了。可以看最后一个吗？可以假装没看见吧。柠檬饼干，你看我们两个吃饱了一餐，才吃都不到四分之一。我觉得这是给那种三代同堂，然后有那种叔叔爷爷什么的。对，那个图就做成耶稣。那我就刚看到那张图了。给三千人吃的来就变成这样了。我们现在干嘛？多厉害的，就是背在后面，背在后面，然后当兵的时候背在后面，非常适合大家。他们根本就不用给他们军粮了，一盒这个，直接抵一个月，好不好？但是这个不方便，我们拿不了，我们把它背在后面。我们要做提袋吗？这个也加在一起，合体吗？然后做成最美好的。最强的过年伴手礼，以后啊，你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去找，就是婆婆阿姨啊，然后就背着这个去找他们。我来见你了，好久没有做的手作单元。首先，我们需要钩子，需要螺丝，还有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小零件，再加上3000。还有我骗那个小朋友。好，首先我们要拆开这个部分，再把它给剪开，是不是背带的部分？好，你是不是？造成我就是我们工作室附近的那个厂商的困扰。
这东西从来放在这里地方都没有人买过，为什么最近就来了一个奇怪的人把这些东西垃圾都买回家？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们道个歉？对不起，这是我们家的孩子，带着出去已经很好了。卖这个还要问我要不要袋子？那这个就不要了。好，我们把我们的材料取下来了，两个背带跟一个上面的提袋，它的颜色其实很合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做这个手提的，这样，然后就两个洞。好，到这一关，我们要做那个 logo 要盖外面。现在正在帮上面切洞洞。好。完成，你要送给女朋友单卖名牌包，跟她说 我送那个包包给你，你拿出来你就没有女朋友了。对，我有想到里面的公司天天的有一个叫天天啊，说大胃王，对，然后吃这个吗？会死掉。你说送一盒吗？叫他挑战是不是？对，好啊，有没有天天是你的战帖，跟我一起合作啊，就好了。对，把东西放进去。这个是当兵用的，它可以这样配，这个很贴心的。好，哒啦！我的手臂有点长，打个算看看。哈哈哈哈哈！把我挂上去啊！好，然后把这个组合起来。好，你这样走在森林里面就被敌人发现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要的话，把那个 O 拆掉就好了。拆卸式的，多少钱？我觉得啦，我们这边有诚意，还是手做的，对不对？又是丹麦名厂，丹麦名厂跟那个香港最大的合作品牌，哇，香港最大品牌跟那个丹麦，这我觉得至少，我觉得至少一万块啊，没有2000万起跳啊。你看，只有一套，而且只做一套，又坚固耐用。看上面那个浮雕，多么的精细，这反光多么的漂亮。还是其实，嗨，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部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就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也可以告诉我你在过年逢节的时候最讨厌收到什么样子的礼物。吃完了没有？哎、吃完了吗？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祝各位拜拜。蛋末蛋鸡蛋麦，你在念44只石狮子哦。